反应快啊，老铁们，哪位不是因为我反应快啊？把他送人了。把老四的缺点随上了，把小石榴的缺点随上了，也就是说老小迷糊，家人们，有个成语，老铁们，你能想象到吗？啊，你能用什么成语就是啊来说小迷糊呢？家人们啊，小迷糊把石榴的缺点随上了，把老四的缺点随上了，有个成语，老铁们，你能想象到吗？啊，小迷糊呀，我跟你说，老四能爱上小石榴是错的，知道吗？石榴能爱上老四也是错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啊，老四跟小石榴他们俩能生出来小石榴，能生出来小迷糊，老铁们，那是错上加错，老铁们知道吗？那是错上加错。虎妞，啊，你把线给我咬了，你要啊？爱你呀、啊，他不应该，老四不应该爱石榴，知道吧？石榴也不应该爱老四啊，他俩就不是一个级别的玩意儿，混血也不是太聪明，也不太聪明，听听这点事也是够了。你说咋办吧，老铁们，咱家就这点事儿，咱家现在就这点事儿。哎呀，怎么完了？关键小迷糊总惹事儿啊。小明总惹事儿，虎妞啊啊！你看他就非得上笼子里尿去，你看，瞧虎妞人自己，这是虎妞的笼子，虎妞不在自己笼子里尿，上三文的笼子里头尿去。你说这狗聪明，挺聪明啊！你说是聪明的还是咋的呢？你说咱也不知道。啊！人家你自己家里头你不尿，你上别人家尿去啊？他俩怎么配上的？鬼才知道呢，他俩怎么配上的？我告诉你，最后一次他们俩也怀上了，知道吗，老铁们？因为我不能跟小石头做绝育，知道吧？我跟不跟你们说过，老铁们？就是咱俩小石榴跟老四他们两个不是生了两窝吗？第一回咱不知道是咋怀上的，第一回是因为我给老魏小石头找了老公，知道吧？咱一直以为是他生的狗不纯呗，但是狗越长越大，越长越大，他长大越来越像老四，越来越像老四，这我才从谷里出来，家人们，这个。知道吧？紧接第二遍他又生了，哎，跟上一窝一模一样的，那肯定是老四毋庸置疑了。紧接着第三次也生了，老铁们，时隔半年，家人们，时隔半年啊，就生了，半年加半年加半年。我到最后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处理了，老铁们知道，我给石榴做绝育了。啊、哦，做绝育的时候，当时人大夫，我跟你是不是跟你们说过，老铁们？当时人大夫说了，人大夫说了，你这个是做流产，不是做绝育，价格不一样。
再一个是啥呢？再一个是，如果你要给狗做绝育的话，我给你做；如果你要给狗做流产的话，我不给你做，知道吧？人大夫说了，我不做流产。你这么做的话，容易那啥，知道吗？就违反，就是他心里不安，知道吧？小狗配都已经配了，不管它生出来啥样，是不是都已经是活活的生命了？这时候你给它做流产了，那不损那么什么吗？那不属于杀生吗？正常人不给做，知道吧？我后期我也不知道啊，是吧？我就感觉他的小绳扎头有点大，比平时的时候大。我说你给他做绝育吧，就这么事儿，他给做绝育了。但他把当时做完绝育之后，把子宫一拿出来，里边有好几个狗崽子，啊，大概得花七八只，大概知道吗？当时给我吓完了，太震惊了，这他妈咋怀上的？一次又一次，再一次的，你糊涂。导演是不是今天喝酒了？今天唠叨，没喝酒了，对吗？啊，没喝酒，啊。听着简直了，就压根就不知道怎么怀上的。其实我跟你说，老四跟小石榴在一块生孩子吧，看着挺有意思，但是不是什么好事，知道吗，老铁们？啊，我有时候我真想象不到他们俩是怎么怀上的，这个我非常非常的，我到现在我都整不明白。知道吧，小迷糊是错上加错啊，本身就是他姥爷没管严，知道吧，老铁们？小迷糊虽然是老四他俩犯的错，但是归根结底是因为我没管好。我为啥没管好呢？因为我想不到，我压根我就没，我就想象不到老四跟小石榴他俩怎么能有上的。你要说小石榴是公狗，老四是母狗的话，差不多能有，知道吧？但是老四是公狗，小石榴是母狗，他俩是怎么能整一块儿去的呢？老铁们，那勾你们的话，你们也整不明白呀。这小迷糊已经错了，咱不能说啊，小我本身就是我的失职，我不能说再打小迷糊，老铁们，这绕来绕去就绕在这儿了，老铁们，知道吗？有时候你们就感觉三个爹对小迷糊有点太那啥了。太放纵太放肆了，是不是啊，老铁们？这就是说我平时我不打小迷糊的那个理由，知道吗？这就是我不打小迷糊的理由啊。我就感觉小迷糊能生在咱家，就是因为他姥爷没管好，他没管好那是我的错，我不能错上加错呀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啊，小迷糊咋出来的？来龙去脉，大家伙跟大家伙说了一遍，老铁们啊，希望大家伙能重视啊，能好好的，咱能啊，咱能平时不歧视小迷糊，好不好，老铁们？咱们能别歧视小迷糊，行吗？虽然说小迷糊是一个杂种，不是一个杂交的，不是那个嫁接的，不是那个啊那个啊杂交，不是那怎么的？它属于啊。小迷糊这属于啊混血的，老铁们，混血的啊，混血，老铁们，混血这词儿好听啊，不要总说小迷糊，哎，不喜欢小迷糊，哎，不喜欢小迷糊，哎，别拍他了啊，咱们直播间不要再这么说了，老铁们，三兄弟听起来很难受，知道吗？不要说了好吗？啊。149一袋，下方小购物车，老铁们啊，咱们家这个狗粮嫁接品种啊，咱家这个狗粮在下方小购物车第10个链接吧，老铁们，狗粮啊，有想买狗粮的话，你们拍单狗粮，小迷糊最耐人了，老大怀上了吗？你说家人们，你说为什么咱家小石榴这么容易就怀孕呢？为什么咱们家老大怀个孕咋这么费劲呢？啊，你说为啥呢，老铁们？啊，小石榴就这么容易就怀上孕了，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咋怀的。咱家老大呢？啊，这怀个孕咋这么费劲呢？你说跟谁有关系呢？你说，啊，跟他自身的体质有关系？为什么怀个孕就生两只呢？恨不得生一只出来呢？啊，影响子宫。
老大最好看。嗯，谢谢大家伙啊，老铁们啊，谢谢大家伙。待会儿想买蜂蜜的啊，第二个链接是咱们家的蜂蜜，东北的蜂蜜啊，老铁们啊，咱们也是一个东北的特产，东北那个百花蜜，老铁们啊，49.9块给大家伙发两斤啊，49.9块的蜂蜜啊，家人们想拍的话你们拍的啊，最近想买蜂蜜的啊，38给你保证，咱的蜂蜜都是好蜂蜜啊，老铁们，咱们家的蜂蜜都是好蜂蜜啊，下方小购车第二个链接，东北特产蜂蜜1000克。啊，49.9啊，合到25块一斤，老铁们啊，蜂蜜啊，想买的话你们拍的都是好蜂蜜。石榴又怀上了吗？小石榴这辈子怀不上了，怀不上了。小石榴已经做绝育了，知道吧？小石榴做绝育了，怀不上了。小猕猴也做绝育了，啊？为什么给小猕猴做绝育呢，家人们？小猕猴吧，它容易犯错误，知道吧？啊，我怕小猕猴给 Seven 或者给老大或者给石头再配上，老四都能配上呢，你更何况小猕猴呢？蜂蜜特别好，感谢美好啊，老铁们啊，咱家这个蜂蜜真是特别好，老铁们，下方小购物车第二个链接啊，有需要的话你们直接拍就完了啊。喜欢看哪个就看哪个呗，贬低小猕猴有啥意思？就是。哎呀，但是俺家小牛这个脾气真得改一改，你们这脾气真得改一改，怎么才能改一改他的脾气呢？家人们，你说怎么才能改改小牛的脾气呢？我真是挺难。哎呀，你说都像俺家小老大这样的脾气多好，我就可喜欢老大这种脾气了。哦，老四脾气也慢，老四是脾气慢，小牛是脾气急。小明脾气太急了，跟 Seven 一样，知道吧？老四的慢性格，老大慢也慢性格，他俩性格比较好。才能改过来，打是不可能的，老铁们，打是你也打不过来，知道吧？你也打不过来。啊。你别每天训他。我不每天训呢，家人们你就看吧。那咱家就刚才那肠胃宝了，行吗？咱就不说别的啊，这肠胃宝他从哪掏出来的啊？肠胃宝我可能放在后面了，我放在这后头了啊，他就给掏出来了。你就说吧，我想训他吗，老铁们？那三月爹想训他吗？你说给掏的，那我都没搭理他。你家人，我跟他唠别的事儿，咱唠别的嗑呢。紧接着小明就在里边那会儿在那拆东西，我都没搭理他。他非得给他跟他姥爷整点戏，他非得抢点画面。我跟你说，咱俩总掉粉吧，老铁们啊，掉粉的原因是因为咱狗太多的事儿啊，跟谁没关系，知道吧？因为咱狗太多了啊，最理想的直播方式就是咱家有一条狗，就一个 seven， 没有别的狗，知道了吗？咱家就一个 seven， 那是最好的啊，因为不分散，直播间不打架啊，狗一多了啊。就跟孩子多了一样，家人们，有的人喜欢这个，有人喜欢那个，这一整直播间就愿意有人打架的，知道吗？小明去孤儿院了，小明，他孤儿院呢，他这辈子别想出来了，闲着谁呢？啊？小明啊，你在行了谁呢？在这儿啊？红啊，行了我呢？啊？红啊，行
斜了我呢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打的！啊，小明花。你有愿意瞅你啊？你有愿意看你小迷糊，翻白眼跟我俩，小迷糊给你翻白眼呢，嗯，他也不愿意瞅他呢，哎呀，气人呢。那么别人那么多狗，怎么没有打架的？就你有？我跟你说吧。因为吧，老铁们，因为咱家狗吧，别人家的狗狗他们不做才艺，然后呢，咱直播间一做才艺都是分着做，知道吧？啊，整的咱直播间都是分帮分派的，有时候喜欢老大的，就喜欢这个，就喜欢那个的，没有比较。别人家直播间他没有比较，咱家直播间总比，你没发现吗，老铁们？其实咱们直播间总在这比较啊，谁好谁好啊，发小红花发小红花的。其实这种我感觉这种直播方式挺好的，但是呢，这种直播方式吧，就造就了很多很多帮派 ，seven 的老四的老大的小迷糊的，知道吧？都为自己家自己喜欢的狗子而去争辩这些东西。你看别人家老铁们，他们都是啊一起玩，大帮红一起玩，谁也不比谁，啊那种自然而然他不吵架。就是老爷，你的狗太多了。哎呀，其实就是狗太多了，可不呗。众口难调啊。你俺家 seven 家人们，俺家 seven 吧特别喜欢他儿子啊，一个是他儿子，一个是他孙子。seven 特别喜欢他孙子，还有他儿子，知道吗？你看，家人们，你们见过 seven 给儿子洗脸，见过 seven 给孙子洗脸？你们什么时候见过 seven 给老大洗脸，或者 seven 给小石榴洗脸？你们见过吗？没见过吧，老铁们？再怼一下子 seven，你怼老师一下子，怼他一下子，怼他。seven 能不能？哎，你说 seven 洗着洗着 ，seven 咱舔着舔着，能不能怼他一下子？没见过是吧？是没见过 ？seven 喜欢给老师洗脸。啊！你看我在让，我在三万洗洗啊！三万，你过来，过来，三万，你再给老师洗洗，你再给老师洗脸，给他洗脸，三万来，三万，你给老师洗脸，快点，那三万过来，过来，你再给他洗洗，快点，三万快点，三万这你看，三万给他刷牙，三万过来，来，快往这走，老大，好啊，三万来，三万给他洗洗来，好宝，啊，给洗脸吧，给他洗脸吧，三万来，三万，赶紧怼他一下子来，怼他一下。给他怼他，你怼他一下子，你怼他一下子，你儿子不太清醒，你叫他起床。三万，你平时白天怎么教老四起床？三万，你告诉爸爸，你平时怎么教老四起床的？老四，三万，你怎么教他起床的？你儿子不爱起床怎么办？三万，儿子不愿意起床咋办？三万，明天我拍个段子，拍个老四在床上，在床上睡觉的那个段子啊，我四哥在床上睡觉的段子。哎，老四工具人太可爱了。老四脑袋瓜大是不是？待会儿想买狗粮的啊，咱们家狗狗一直都在吃这款狗粮，149一袋，非常便宜，老铁们啊，咱家这个狗粮是三拼粮啊，三拼狗粮149一袋，家人们有需要狗粮的话，你们可以拍上咱家这款狗粮啊，149啊，比瑞吉诺瑞的三拼狗粮啊，下方小购物车第一个链接，家人们啊，第一个链接，来。吃狗粮了，小迷糊出来吧，小迷糊啊，吃完狗粮你再进去啊，吃完饭你再进去啊，迷糊，吃饭了，家人们啊，哎，我让小迷糊吃完饭再让他进去啊，兄弟们。
来，你给我来，出来，你给我来，过来，出来吧。来，三个来，快来，来，老四坐，老四坐第一位置，老大坐第一个，好，老四坐第二个，好，虎牛第三个，石头第四个，小牛第五个，来，小牛第五个，啊，小兵，来，三个来，坐好了，吃饭了咱们啊，不许动啊，坐好了，坐齐了，刷齐刷的多好，啊。这齐刷多好，好了，听话啊，不准动。老大，我估计老大是真是怀孕了。老大现在有点懒，你没发现吗？老大愿意趴地下啊，咱咱不能动老大了啊。老大愿意趴地下，看好像有点累似的。来，虎妞你也累呀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啊！来，你们都累啊，坐起来，来，都坐好了，一二三，起来，来，坐好了，老大来，老大起来，老大，石头起来，来，啊，老大坐起来，老大坐起来，老大坐起来，老大，好，啊，吃饭了啊，哎，你们信不信？你们信不信？三文，我数到三的时候，三文还会转过来吃，信不信？看好了啊，他们几个都会直接吃，三文会把屁股撞到这，转到这头来。预备，一、二，虎妞，四，哎，虎妞，坐好了，虎妞坐好了，坐好了，虎妞，虎妞坐，坐，坐，老爷没让吃呢。二，七，虎妞，虎妞，预备。七、四、六、三，你看，三回转过来吧，100%的三回转过来。狗粮149一袋，家人们啊，149一袋。有想买狗粮的，下方小购物车第一个链接啊。咱家这款狗粮，狗狗特别喜欢吃啊，家人们特别特别喜欢吃啊，适口性好啊，三个月以上的狗就能吃了，老铁们啊，三个月以上啊。然后咱家这款狗粮是三拼粮，比瑞吉诺瑞的三拼粮啊，不分品种，比熊、雪纳瑞、泰迪、拉布拉多、萨摩啊、哈士奇、金毛啊都可以吃，老铁们不分品种啊，咱家这款狗粮啊，全犬，它属于全犬粮，老铁们啊。全价全犬粮啊，为啥三文转过来吃呢？因为俺家三文跟他们别的狗不一样。虎妞脸，虎妞脸型大，虎妞啊，虎妞体型大，但是脸还是小，它就是个孩子。149一袋，家人们啊，想买狗粮的话，你们拍单狗粮啊。比瑞吉诺瑞的三品狗粮，咱家这款狗粮好评率100%，老铁们啊，咱这款狗粮好评率100%。哎呀，我这累了。让我掉下眼泪的，不知昨夜的天。咱狗吃这个吃果粮，你没发现吗？大家，它不挑食，你没发现吗？啊，累了睡觉吧。它不从来不挑食，啊。姥姥啥时候回来？我媳妇大概20多号就回来了，还有十来天我媳妇就能回来。还有个十来天，我媳妇就回来啦，老铁们，啊。
149一袋，老铁们啊，狗粮149一袋，下方小购物车第一个链接啊，想买的话你们拍的。等会儿来，我去拿个线去。手机没有电了，我去拿个线去啊。我手机支架支一会儿啊。你们等我一下啊。拿个线啊。狗粮149一袋，家人们啊，你们又想买狗粮的话，拍上狗粮啊。还把他们照顾得那么好，不容易啊。完事了吧？
这是不是显黑？哎，它为什么没有那么显白呢，老铁们？为什么没有那头显白呢？为什么显这么黑呢？啊，虎妞成年了吗？没成年，没成年呢。我还得搬那头去，我还得搬那头，这没得太黑了，是不是？这是在农村吗？农村，我的妈啊！我们在农村。啊啊！马上一点了，家人们，三兄弟在最后这段时间，给大伙卖点东西吧，好吧？大伙儿想买咱家这个，看看啊。哎，我脆枣没挂吗，老铁们？你们没看到脆枣吗？我的脆枣，来，给大伙儿看看咱这脆枣，老铁们啊，这个脆枣特别好吃啊！想买脆枣的话，你们拍单脆枣，脆枣，大脆枣。有点黑呀、啊！四哥，你过来，四哥来，上这儿来，四哥来。四哥，你上来来。脆枣是29.9块，给大伙发10包啊，老铁们啊，10包啊。四，我看我四哥上来黑不黑啊？四哥上来了，四哥来，上来，四哥上来，老四上，上上上上，老四上上来上来，把四哥黑自己上，黑不黑？四哥你坐这儿来，四哥坐好了，坐好了，四哥坐坐坐坐。黑不黑？四哥，四哥瞅瞅，哎妈，有点黑呀、啊，这个地方不好啊。哎，我知道了，他们饿了，我刚给他们吃完，老铁们，我刚给他们吃完。我应该是因为什么那边白呢？那边亮，因为那边有白墙，这边没有白墙，知道不？啊，这边是这个窗帘，所以这边显黑。行，这么地吧，明天我搬那点儿去，老铁们。你们搬那头去啊！你们家人们，你们想买脆枣的话，你们可以拍单咱们这个脆枣，对吗？啊，香甜啊，这个叫香酥脆枣，对吗？啊，香酥脆枣，一个里边，这一个里边啊是120克，老铁们啊，一包里边是120克啊。那今天给大伙发10包，老铁们，拍一发10啊，10包脆枣特别好吃啊。试试一下啊，这脆枣特别好吃啊，没有糊，嗯，有没有以前那种香脆？跟以前那种一样，啊，来，你们跟以前那种一样，我四哥都喜欢吃，我四哥都特别喜欢吃，你看了吗？脆枣29.9块，老师自己上来拿，上来自己上来拿，我给你呀、啊，你自己上来拿，上来吧，那手上来来，你自己拿，
差一点，差二寸，老子差二寸，上来就好了。那个时候就上来，那个时候就上来，那个时候就上来，来上来吧，上来吧。哎，这不够着了吗？哎，这不就可以够着了吗，四哥？啊，想买脆枣的啊，脆枣一包20克，老铁们，一包120克啊，总共咱俩发10包，1200克，啊，1200克，29.9块。这个枣超级好吃，好不好吃，这个？听不着，特别脆，老铁们啊，那枣牙口不好的不能吃啊，牙口别破，牙口不好的也别买了。好不好吃啊，四哥？好不好吃，四哥？好不好吃？四哥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你再来一个，行不行？还来一个呀？还来不来了？来，你上来，老师，来，来的话你再自己上来，来，你自己上，自己上，自己上，老师，你自己上来，好吃的话，来，上来吧，啊，给你吧，这个四哥来一个啊，好宝，这个四哥来一个，哎呀，四哥牙口不好啊，啊，完了，给下面那帮狗馋坏了，啊，29.9块这样的啊。压缩毛巾有多大？有多大呀？压缩毛巾啊，嗯，压缩毛巾在第10个链接啊。压缩毛巾是24厘米乘以30厘米的。24厘米乘以30厘米的压缩毛巾啊。四哥，老爷拆的这是压缩毛巾，这是不能吃的，老四啊。这个压缩毛巾是不能吃的，老四啊。你想吃吗？老四想吃压缩毛巾吗？啊，这个吃不了，四哥都知道这吃不了。压缩毛巾是24厘米乘以30厘米的啊。咱们家这压缩毛巾在第10个链接，铁子们，第10个链接啊。9.9块给大伙发20枚压缩毛巾，老铁们，20枚啊，然后呢19.9块呢给大伙发50枚压缩毛巾啊，29.9块呢给大伙发100枚，老铁们啊，想买压缩毛巾的大伙直接拍100枚的啊，压缩毛巾特别好啊，这个老铁们看了吗，这个就是一个小块啊，我去浇点水，老铁们啊，我怎么去拿点水呢，我去拿点水啊，我给你们拿点水浇一下子啊，一会儿就膨胀了。嗯啊，拿点水。哎，啊，那咱这压缩毛巾浇点水它就膨胀起来了啊，压缩毛巾9.9块20个，19.9块50个，29.9块100个，看好了啊，看、啊、哎，这水浇少了，嗯，然后呢你展开它，展开它的就是一个大，一个是一个24厘米乘以30厘米的一个小方巾啊，家人们啊，吸水效果特别好啊，而且它这个材质啊，老铁们啊，它是纯棉的，老铁们啊，它是一个纯棉的，看了吗？这么大一张啊，平时擦个脸呀，啊，在公共场所啊洗脸的时候需要擦个脸呀，你就可以用这个啊。为什么不用面巾纸呢？因为面巾纸起埋汰，起那什么，家人们，你用面巾纸的话，它那个。有那个纸屑，知道吧？你用那个，你用湿巾的话，吸水效果不好。咱家这个吸水压，咱家这个压缩毛巾吸水效果特别好。如果你洗完脸了之后，你拿这个吸水毛巾，你拿咱家这个压缩毛巾一把擦一把，
脸就干了，老铁们啊，吸水效果特别好，它也非常卫生，知道吗？超级好用啊，9.9块50个，老铁们啊，不，9.9块20个啊，下方小购物车正在讲解当中，9.9毛钱20个啊，19.9块50个，29.9块100个，四哥呀，上来，四哥来，四哥上，给肉干吃，上啊！你看我四哥现在上这玩意儿上的是来去自如啊，这个真好，没拍的话你们拍的啊，这个昨天开口了，这个昨天一直开着口，知道吗？所以它不是那么特别脆的啊。哟，完了，掉地下了。你刚拆的，刚拆封老脆了，兄弟们啊！我给你们拆一个啊，啊，这里边都真空包装的，兄弟们啊，刚拆包装都嘎嘣嘎嘣脆，你刚说我给你拍了吗？家人们，9.9块100个啊，这软和了给你吧，对，拆粉了不吃用夹子夹一下子啊，要不你过两天的话它容易那个什么，因为不脆了，再要一个，给你们一人个吧，不能吃枣了啊！来，小明给你，小明一个来，小明来，啊，虎妞来，小石榴，一人一个，好了，给老大吃了，我给老大吃了，家人们，我给谁都忘不了，我谁都忘不了，肯定能给他吃，压缩毛巾9.9。9.9块20个啊，还有咱们家洗手液，老铁们啊，洗手液在洗手液粘尘纸，老铁们，粘毛的粘尘纸啊，你们有需要的话，你们开会拍那粘尘纸。粘毛的粘尘纸啊，8.8块钱，150张啊，粘个毛啥的特别好用，老铁们，这个8.8块150张，150丝啊，长是10厘米，啊，老铁们啊，斜丝的看到了吗？长是10厘米啊，老铁们啊，粘个衣服呀，粘个身上的毛啊，狗狗身上的毛啊，咱们身上的衣服上的毛啊，衣服上的小纸屑呀，衣服上埋的东西灰尘啥的啊，这个粘尘纸都可以粘，给你粘一下，老四，老四，你是说给你粘一下子吗？四哥，你是让老爷给你粘一下子吗？这东西好不好，老四？你告诉老爷好不好？好不好，老四？好不好，老四？这个东西好不好？好的话你摸老爷，好啊，家人们，你们想拍，你是好物鉴定官呐？你老四，你是好物鉴定官吗？老四，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老四？啊，是啊，好用啊，嘎嘎的，老铁们啊，有需要的话你们拍单，我四哥都说嘎嘎的啊，8.8块，150丝，老铁们，8.8块，特别便宜，超级便宜，老铁们，这个特别好用啊，8.8块，有想买的话你们拍单啊，总共50单，老四笑起来真是太可爱了，好不好用，四哥，好不好用？啊，那来给你用一个好不好？来给你粘粘毛，我四哥掉毛，四哥你是不是掉毛？你到老爷你是不是掉毛？四哥是不是掉毛啊？老师，你掉毛就老爷拿着给你粘一粘行不行？老师，行不行？行啊，那来给你粘一粘啊，我给我四哥粘一下那毛啊，8.8块，老铁们啊，150张啊，特别好用，老铁们，粘力特别大，粘力特别大，老铁们啊，哎。能从狗狗的身上把毛粘下来，你们看着了吗？你们瞅见没有，家人们？能从狗的身上把毛粘下来，啊，
你说这个东西劲儿大不大啊？从狗的身上把毛粘下来，粘力特别好，天天粘四哥，好推荐官不容易啊。四哥，老爷再给粘一粘，四哥坐好了，来个再给粘一粘啊！这我四哥相当于衣服，老铁们啊，就跟粘衣服一样，知道吗？就跟粘衣服一样，能把衣服上的毛粘下来，看到吗？啊，而且呢，这粘尘纸便宜，8块8毛钱。啊，家人们，8块8毛钱，150张，总共是3卷，老铁们啊，一个手柄加上3卷纸，看了啊，这是一个手柄，老铁们啊，一个手柄带3卷纸啊，家人们啊，有需要的话你们买一单这个啊，特别好用，超级好用啊，老铁看了吗？这个，嗯，超级好用啊，老铁们，是不是特别好用？老铁们，特别好。一卷是五十针，老铁们，1卷是50针。回忆总是在九月，回忆是4年的愁。真便宜啊，8块8毛钱，150张。好，下一个。哎，四哥，四哥跑了。还有咱家烤冷面，老铁们啊，烤冷面第7个链接的烤冷面，我烤冷面没有样品了啊，烤冷面吃完了，烤冷面16.8块，给大伙发20张啊，我还有没有烤冷面？烤冷面没有了啊。烤冷面没有了，家人们啊，想买烤冷面的话，你们买单烤冷面吧。16.8块，给大伙发20张烤冷面啊！大伙你们都吃过烤冷面吗？啊，都吃过烤冷面吗？16.8块，20张。我刚才给大伙做了，现在我自己在这做有点不太方便，知道吧？不如我媳妇儿啊，我跟你说，缺了我媳妇儿我啥也不是，老铁们，现在我才知道我媳妇儿的重要性，知道吗？平时我媳妇儿在家的时候总欺负她啊，我媳妇儿在家的时候总欺负她，这我媳妇儿没在我跟前儿啊，我才知道我媳妇儿的重要性，老铁们啊，一定对媳妇儿好啊，这媳妇儿回娘家了心里都不得劲儿啊，老铁们，天天茶不思饭不想的不得劲儿啊啊，等我媳妇儿回来之后好好的啊，我得好好对她好，老铁们，老爷很内疚啊，我不应该总在直播间说他，不应该总在直播间跟他对着干呢，老铁们，烤冷面都吃不着，现在啊，我现在烤冷面都吃不着，你们想拍的话你们拍单烤冷面，见过3元8吃烤冷面的话你们拍单烤冷面啊，16.8块，给大伙发20张，一包是10张，老铁们，一包是500克，总共是2斤，给大伙送2包干料，2包酱料，还有一把刷子啊，2包干料，2包酱料，还有一把刷子啊，老铁们，嗯，非常容易做，老铁们，大家伙都，我跟你说，应该是咱直播间应该是没有没见过烤冷面咋做的，家人没有没见过的，老爷装的，啥样装的，我真是感觉到愧疚，知道吧，老铁们，我真是感觉愧疚，感觉对不住我媳妇儿啊，我感觉我亏欠她太多了，家人们啊，有点对不起她啊，哎，我对不起我媳妇儿啊，啊，没吃过，没见过的话你买一单。到时候你再来我直播间，等我媳妇儿回来的时候，啊，我让我媳妇儿教大家伙怎么做。我媳妇儿啥都会，会做饭，会洗衣服，会做饭。哎呀，多好！我媳妇儿不在我跟前跟着我，得饿死，把我饿死。你看，老铁们，那就赶紧给媳妇儿发一个红包吧。今天啥日子？给我媳妇儿发红包。等我媳妇儿回来了，我请我媳妇儿吃火锅，老铁们，行不行？你们说行不行？等我媳妇儿回来的时候，请我媳妇儿吃火锅啊！我媳妇儿最喜欢吃火锅了，回来的时候一定给我媳妇儿一块吃火锅。我媳妇儿吃一盒，我吃一盒，啊！哎呀，我媳妇儿吃一盒，我吃一盒，俺俩一人一盒啊，俺俩一块吃。这两个我留起来，老铁们，这两个火锅留起来，留着跟我媳妇儿一块吃。来，知道媳妇儿重要性了。
简简单单的就行。我跟我媳妇我俩简简单单的就行，老铁们知道吧？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啊。请媳妇吃个火锅啊，吃这个火锅啊。我跟你说，我媳妇可喜欢吃这个了，老铁们，我媳妇可喜欢吃这个了，知道吧？其实我跟你说啊，就杭州这边火锅啊，俺都不愿意吃，知道吧？哎，家人们，南方这火锅没有那个什么吗？没有那个，三位上来，来三位来，三位来。家人们，南方的火锅为什么没有那个什么呢？没有那个，肥牛汁儿呢？啊，我以为吃海底捞。为什么没有肥牛汁儿呢，老铁们？啊，我可不愿意吃这边的东西了，不正宗。应该有肥牛，肥牛汁儿，我可喜欢吃那个汁儿了，知道吗？我就感觉一个火锅好不好吃啊，底料一点都不重要，家人们，我跟你说，火锅底料一点都不重要，我感觉，知道吗？重要的是啥？重要的是它那个蘸料，知道吧？它只要这个蘸料好吃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火锅不带不好吃的，知道吧？你们还没吃过，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老北京火锅，老铁们，那剩的人都是用白开水涮，知道吧？没有什么蘸料，肥牛汁是啥？肥牛汁就是它里边就是用那个，肥牛汁是啥呢，老铁们？它就是一个汁儿，我也整不明白。但是我们东北都有肥牛汁，我们东北那边都有肥牛汁，我也不知道肥牛汁是什么玩意儿。肥牛汁就是像海鲜酱似的，知道吗？就是特别鲜亮那个东西啊，就跟酱油似的。就跟海鲜酱油似的，但是它比海鲜酱油，它没有海鲜酱油咸，知道吧？它里边有香菜，有辣椒，然后呢，有各种、那个配料啊，这里边还有那个什么玩意儿，我也不知道咋做的，反正就那挺好吃的，肥牛做的汁儿吗？就叫肥牛汁儿，我也整不明白肥牛汁儿具体怎么做的。以后我给你们回牡丹江的话，回东北的话吃火锅，给你们看一下肥牛汁儿是啥玩意儿。蚝油条的，不是蚝油条的，老铁们，不是蚝油条的。啊，它就那个汁儿特别鲜亮，韭菜酱，不是韭花酱。嗯，你们上东北吃火锅的话，你们能吃着肥牛汁儿，指定好吃。没拍烤冷面的家人们，烤冷面16.8元给大伙发20张啊。16.8，20张烤冷面，老铁们，火锅调料，塞吧。咱家这个火锅啊，家人们啊，咱们家这个火锅，你们想拍火锅的，火锅在最后一个链接啊，火锅第50个链接，老铁们，咱家这个火锅是啊。39.9元给大伙发7盒了，兄弟们啊，39.9元给大伙发7盒，咱家这一盒呢是248克，250克啊，250克左右，老铁们啊，这个火锅啊，我今天卖完，今天明天就不卖了，老铁们啊，咱这这个东西是39.9元给大伙发。老铁们，39.9元给大伙发7盒啊！我煮一盒，老铁们，我三兄弟今天再煮一个蔬菜的，我再煮一个蔬菜的啊！重庆精品蔬菜火锅啊！我煮个蔬菜，土豆粉什么时候能有？土豆粉得过一阵能有一下呢。哎呀，别煮了，老铁们，太晚了，一点了，老铁们，1点了，不煮了。你们想拍的话，你们拍吧，1点了，老铁们，我该遛狗去了。啊，光芹咱自己吃了，还没遛狗呢，三爹没遛狗呢，啊，老爷没有木耳了，没了木耳没了吗？木耳有啊，加盟小购物车第一个链接呢，老铁们啊，咱家这个火锅，老铁们啊，想拍的话你们拍一单火锅啊，特别好吃，老铁们，这个火锅老好吃了啊，有需要的话你们去拍一单，39.9元，老铁们，39.9元给大伙发7盒啊，7盒火锅啊。自热火锅，老铁们，它是一个自加热火锅啊，啥也不用，就用水就可以了，凉水就行。走，我该遛狗去了。才看到你直播，欢迎啊，走。
一二三，走嘞。看咱直播间有没有十个人买，有十个人买的话，能成十单的话，我就再播一会儿，再吃一会儿，啊？有没有十个人买火锅好吃？我也是睡醒才看的，大家伙是不是都半夜都得醒一下子？是不是都睡着了？都在这一直看着三兄弟直播呢？还有几个好朋友，有一个好朋友拍的啊。下雨了，又下雨了，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见雨，家人们，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见雨，下雨了。这小明和虎妞他俩是真行啊，真牛，他俩是真牛啊，他俩是真愿意干仗啊，他俩，你看了吗？别的狗狗出来都是出来上厕所的，虎妞出来是跟他们闹着玩的，知道吗，老姐们？虎妞出来不上厕所，我那个车我放那个地方都放多长时间了？我那个车我放那个地方都一个多星期没开过了。这车是不是得开呀？不开是不是容易坏呀，老姐们？啊？车放了一个多星期没开过了，上次还是送我媳妇去机场的时候开的。阳光掉下眼泪，我拍了火锅，尝尝好不好吃？好吃。我跟你说，指定好吃这个火锅。我跟我媳妇都喜欢吃这个火锅啊！家人们又想买火锅的，你们拍的火锅啊！有十个人拍的话，一会儿我再吃一盒。关键是我怕太晚了，怕影响你们，怕影响你们，知道吧，老铁们？啊！待会儿想买大米的啊，咱们正儿八经的东北石板大米啊！哎呀，石板大米没有了吗？啊，石板大米在最后，在第四十七个链接，老铁们啊，石板大米在第四十七个链接呢啊，还有十来单，老铁们啊，第四十七个链接石板大米还有十来单，你们想买大米的话，你拍单东北石板大米啊，咱家这个石板大米特别好吃，老铁们啊，特别香，知道吧？啊，就是香米，老铁们啊，你们听过稻花香吗？啊，家人们，我跟你说，那米啊。老香了，它稻花香是什么？它不属于品种，它稻花香嘛属于编号，知道吧？老铁们，你们有没有了解大米的？什么稻花香啊？多少号？多少号？稻花香多少号？多少号的？他们都分编号，知道吗？那个米，大米，电瓶没有电，电瓶有电，没事。我电瓶有电充足，我电瓶新换的电瓶，我之前那个电瓶没有电了，我之前那个电瓶就废了，知道吧？但是我这电瓶是新买的啊，没事儿，放一个星期肯定没事儿，老铁们，车要放一个星期那有事儿，你要放半个月的话，啊，放半个月，你一个月的啥的，你不打火肯定不好啊，你刚放一个星期一点事不带有的，拍了啊。拍了火锅了，感谢家人们啊！感谢家人们，想买大米的话，你们可以拍单大米啊！大米在小购是第四十七个链接，还有十几单，老铁们，还有十几单，想买的话你们买一单，特别香。看啊，大米的话给你们讲解一下大米，老铁们，我给大伙讲解一下大米啊，没事发动一次。大米在第四十七个链接，老铁们，
大米点第47个链接啊。有电不发了，没带钥匙。没带钥匙。我寻思我发动一下子呢。钥匙没带。第58个链接，大米啊，58块钱十斤，咱们正儿八经的东北响水石板大米，老铁们啊。嗯，牡丹江发货，家人们。咱直播间杭州人多吗？我想知道同城进来的人多吗，老铁们。咱直播间里头同城进来的好朋友们多不多啊？拍了火锅了。我看有多少人拍火锅，等会儿我再吃一单火锅，老铁们。等会儿三兄弟吃一单火锅，五个人拍火锅了，是不是？还差五个人，老铁们。有想拍火锅的话，你们拍单火锅啊。咱们家是自家是火锅。啊、哦、一会儿我吃一个，吃火锅快。嗯，有通城的是不是？四迷糊队长是杭州的吗？这不未知星球吗？这不是啊，买了火锅多久发货？火锅24小时之内就能发货，老铁们。24小时啊，48小时最晚48小时都能发货。最晚48小时都可以发货啊，家人们。来，走上楼吧，走吧，上楼吧，走。来吧，那待会儿再点点亮，老铁们啊，替三弟点点亮。下雨了。看我这穿短裤不冷。你看我这穿个短裤不冷，在牡丹江再有个十来天都下雪了，俺们牡丹江都快下雪了，知道吗？走喽 ，Let's go。我应该烧点热乎水。哎，泡点茶水喝，一会儿我吃完饭之后泡点茶水喝，老铁们。哎呀，三兄弟是真能熬夜呀，老铁们，三爸是真能熬夜。哎呀，谁呀？干坏事了。明天上海变天，杭州也要冷了，都一样，这两个地方都一样啊。我真不能在这个地方播了，太黑了，这地方啊，这地方太黑了。等会去拿壶去，家人们啊。我去拿壶去啊！你们等我一下啊！我现在我要吃一单火锅。老姐们没拍火锅，你们拍单火锅。咱这个火锅，老姐们，咱这火锅是，火锅在倒数第一，一个链接50个链接39.9块，给大伙发7盒，老姐们，火锅39.9块发7盒啊！我整一个火锅。不，整个水，行吗？我操，大哥没砍到你啊！啊，整个茶水喝。等我一下啊，兄弟，把盆儿整满都是。
来，再来。还能熬一会儿，好，家人们还能熬一会儿啊！柴火锅吃啊！快来，回头再来。我应该给他们一人安个凳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应该一人给他们安个凳子。火锅吃个蔬菜的，家人们啊，吃个蔬菜火锅，39.9啊！老铁们，哎呀，别换了，39.9给大伙儿发7盒啊，老铁们。粉条、蔬菜包，老铁们啊，蔬菜包，然后再还有火锅料。啊，蔬菜的老铁们，蔬菜的就是这个粉条啊，鲜粉条，再加上一个蔬菜包，再加上火锅底料就没有了啊，就这么简单啊。但是挺好吃的，老铁们啊，真是挺好吃，觉得好吃。这个自加热包，老铁们，这个加热包放到井底下啊，放到井底下，然后咱把菜打开，老铁们啊，咱把粉条放里头啊，把粉条拆开之后。揉一揉，放里头，放在底下。我先把这个放在底层，啊，我先把这放底层。土豆粉啥时候？家人们，你们这么想要的土豆粉啊？啊，破关在门外，石头被关在门外了。啊，没有，在底下了，小石在桌底下呢。你们这么喜欢吃咱的土豆粉啊，老铁们啊？三天问问厂家，到时候给你们再上点，好不好，兄弟们啊？然后这个火锅底料下里头啊，晚上吃上瘾，吃上瘾了。我跟你说，这玩意儿，老铁们，这玩意儿你吃你也上瘾，你也喜欢这个味儿，你知道吗？谁不喜欢吃辣的？我跟你说，喜欢吃辣的这一口的，老铁们啊，这个100%你也喜欢吃，你知道吗？指定的，啊，指定你老喜欢吃，我就特别喜欢吃，啊，挤干净点，我挤干净，不能浪费。嗯，好了，让它放点水啊，别啥都给老四吃，狗不能吃人吃的。我没给他吃人吃的东西，老铁们，啊，就是给他吃枣了，啥也没给他吃。把水浇底下，老铁们，底下有线，跟底下水线浇一瓶就可以了啊，老铁们，啊，然后上面浇上水啊，上面正常放上水就可以了。啊，上面有水线，正常上面放上水就可以啊，老铁们，然后咱们盖上就可以了，就这么简单，特别方便，老铁们，多简单。谁都会，一学就会这玩意儿，啊！然后我再烧点水，烧点水，整点茶水喝了。喝点红茶，响了吗？你们听不听这个东西响了，家人们啊？想拍咱家这个火锅，老铁们啊，你们不愿意吃火锅吗？39.9，老铁们啊，来个小杯子，哎，倒上小茶水，哎呀，这是我的茶壶，老铁们，这是三元街茶壶，你看里边放的是红茶，具体是啥红茶我也忘了，
啊，普洱不是，是红糖的，是红糖，这茶挺好喝。喝小茶水，准备熬一宿，准备熬一宿。我播一宿，你们能看一宿吗，老铁们？我播一宿，你们能看一宿吗？啊？保质期多久啊？你说这个火锅啊，火锅给你看一下子啊，家人们，咱家这个火锅保质期，保质期在哪儿？我得找一下子，家人们啊。我得找一下，保质期见内包装啊，家人们，保质期见内包装啊，见内包装，这顶上，这顶上，保质期12个月，老铁们啊，粉条保质期10个月，这个东西保质期12个月啊，你们谁陪老爷直播一会儿啊？你们几个谁陪老爷播一会儿？谁陪老爷播？小明过来，小明你陪老爷播。家人们，你们想看谁跟他跟我一块播？我的妈呀，我可没让他上来啊！家人们，你们瞅见没？我四哥这是上来上习惯了。四哥说好了吗？四哥说好话。哎，我四哥二话不说，直接就上来了，老铁们看了吗？二话不说呀，老四了解理解他了解他老爷的心情了。四哥呀，你真懂你老爷，老爷亲一个。别偷袭多人拍，看多人拍火锅啊，6个人，然后再继续给他二十三。看多人拍火锅啊，6个人，然后家人们啊，我给你们介绍都是好东西，老铁们知道吧？你看三爹天天卖木耳啊，我给你们卖的东西都是好东西，指定都是好木耳，老铁们啊，咱家木耳特别厚啊，老铁们啊，都是厚木耳啊，是咱们东北木耳里边的第二茬木耳，老铁们，咱家这个木耳是咱们东北木耳里边的第二茬啊，特别黑，而且特别那个厚，知道吧？肉厚啊，特别哏啾，木耳特别好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卡了呀，网卡了呀！哎，娘了个，卡了呀，网卡了呀！哎，娘了个炮的，是从哪里发货？木耳是从牡丹江发货，老铁们啊！木耳从牡丹江发货啊，然后这个火锅是我挂别人的链接，老铁们，我挂好物联盟链接啊，我媳妇知道。太卡呀，刚才卡的不动的了，现在不卡了吧，老铁们？我看怎么事儿。木耳是咱们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发货，老铁们啊，木耳啊，你们想拍木耳，你拍的木耳都是好木耳，老铁们，嘎嘎绝，你没看着是不是？刚才说没看着，老铁们给你们看一下子啊，再给你们看一下子木耳啊，木耳超级好啊，老铁们啊，木耳特别厚实啊，比你们在超市里买的强多了啊，咱家这个木耳，老铁们，咱家这个木耳你们在超市里头买都得是80-90块钱一斤，70-80块钱一斤的，老铁们啊，跟外面70-80块钱一斤的木耳一样的，老铁们啊，咱家这个卖47.9块啊，家人们啊。给自己妈妈爸爸买一单，老铁们啊，咱直播间我知道，大家伙咱直播间好朋友都是年轻人，老铁们知道吗？我知道你们平时都不做饭，但是咱家这个木耳的确是好吃，知道吧，老铁们，的确是好吃啊，都不做饭，你不做饭没关系，你给爸爸妈妈买啊，在外面上班也没有关系，你买一单给往家里头发，对不对？这会儿好了是不是？你买一单木耳往家里头发，知道吗？那家里人喜欢吃啊，那你平时咱吃不着是不是？那家里人喜欢吃啊，真扛吃，买了一袋还没吃完，感谢家人们啊，我跟你说指定好吃，木耳老好吃了，木耳可以清肺润肺，知道吗？对老年人特别好，可以预防一些那个心血管的一些病，知道吧？木耳属于血管的清道夫，我以前就说过，老铁们，血管的清道夫可以清理血管里边的垃圾，知道吧，老铁们，这木耳
啊，好嘞，好嘞，我的小火锅，我的啊，一个是我的小火锅，还有我的茶水，老铁们，我的茶水就好了啊，跟大伙儿熬一会儿，熬一会儿呢就离不开茶水。熬一会儿离不开茶水啊，我应该整一个小茶盘，是不是家人们，三爹应该整个小茶盘给你们在这一播，这木耳挺好，泡一点发一堆啊，整点小茶盘呢，红茶上色，这红茶我啊，我一个是喜欢喝红茶，一个是喜欢喝花茶啊，泡一会儿吧，来泡一会儿吧，我去，来吧唠吧，还挺有仪式感的，唠会嗑是不是，你们谁陪姥爷唠嗑啊，三位来，三位陪爸唠嗑，来三位上，老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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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上，老大上，老大上，他们几个谁都不会上，就三位和老四会上，知道吗，等我给三位好吃三就上了，三位你上来，来三位上，上来上上上上来，快点上上上上上，后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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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上，后腿后腿后腿，木耳19.9元，180克，老铁们啊，木耳炒肉啊，老铁们特别好啊，平时做个木耳炒肉啊，啊木耳炒鸡蛋呀、啊，老铁们都是家常菜啊，家人们，嗯，火锅辣不辣，三吧，火锅肯定辣呀，老铁们，但是辣。辣归辣，你可以少放，知道吧？哎呀，这火锅真带劲，你可以少放料，知道吗？少放干料啊！他们就都趴那儿，我让他们趴对面吧，老铁，行不行？我让他们几个趴对面，你们都能看着，好不好？要不你们看不着狗的话，你们感觉狗好像丢了似的，是不是？一会儿啊，老四呢 ？Seven 呢？是不是？我让他们都趴对面，让他们摆上一个姿势在那睡觉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大伙儿没拍木耳，这个在此时此刻，老铁们，你们拍单木耳，你们拍完木耳之后，我也摆完了，来，过来，老四来，这个老四来，四墩儿，四墩儿，坐趴，四个趴，啊，来，老大趴，啊，来，三位来，六，啊，老大。好了啊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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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虎妞快来，虎妞来，你坐好了，好，小明来，好，侄儿来，好了，你们就躺下睡觉吧，趴下，都趴下吧，睡觉吧，好了，都趴下睡觉了啊。啊，都听话啊，好宝好宝，低头低头，老大低头，老大低头睡觉，不能，我看谁不睡觉，谁不听话，都过去四哥留下，木耳19.9元，180克，老铁们啊，拍的咱这180克的木耳，老铁们啊，这一单能吃很久很久，这一单能吃好长时间啊，老铁们。哎呀，我的茶水也好了，我干了啊，茶水啊，小石头不听话，小石头跑过来了，木耳老好吃了。完了，都不听话了，都过来了。
哎，木耳19.9元，180克，老铁们啊，咱家东北黑木耳啊，想拍的话你们拍的，还有咱家东北蜂蜜，老铁们都是特别好的蜂蜜啊，蜂蜜在第二个链接，老铁们，咱家蜂蜜，老铁们啊，下方小购物车第二个链接，咱家这一罐蜂蜜，老铁们，咱家这一罐蜂蜜啊，是一这一罐蜂蜜是啊49.9元，老铁们，两斤装的啊。这个蜂蜜两斤装的49.9元啊，咱家这个都会结晶的，家人们，家里头天这不降温了吗，老铁们啊，20度以下，家人们20度以下都会有结晶的，都会结晶，老铁们啊，你们想买蜂蜜的话你可以拍张蜂蜜啊。这个点了，总熬夜的朋友们，老铁们，总熬夜的朋友们，你们可以拍张蜂蜜啊。嗯，因为这个点，因为熬夜的人啊，家人们吃蜂蜜的话可以润，可以通，就通便，老铁们啊。就特别好啊，想拍蜂蜜的话拍单蜂蜜去，老弟们啊，第二个人家都是好蜂蜜啊，三街给你们卖的都是好蜂蜜啊，他们都不愿意过来，行，这么地吧，他们仨在这拍挺好，我自己在这吃啊。好嘞，咱就不看狗了，老弟们，咱看狗看那么长时间，就看会儿三兄弟呗，是不是，看会儿三兄弟不也挺好的吗，锅，哎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子啊，这火锅特别好吃，看铁粉，这铁粉都好了，都可好做了，知道，都特别简单，做这火锅特别好做，特别简单啊。是那个酸辣的味儿的，家人们，酸辣味儿的啊，还有麻椒，酸啊，麻辣，酸，酸辣，麻啊，都有火锅啊。我煮的，我整的是蔬菜的，老铁们，这里没有肉，但是咱有肉的，有那个鸡翅的，还有那个还有那个那什么的，鱼丸的，还有一个就是牛肚的啊，还有牛肚的啊。镜头照不到咋看 7DA 呀，我这显黑知道吗，老铁们，你拍我的话显黑，你我这么做的话显黑知道吗，你看吗，啊，这个墙是白的就好了啊，我猜老爷播一夜咱们一半多都能看一夜，我猜呀，我播一夜的话你们都得有一半都得睡一夜，咱直播间现在我跟你说有好多，老铁们，咱群里我群里唠嗑，你们虽然是有时不跟你们说话，但是我看知道吧，老铁们啊，有好多都睡着了知道吗，拍了蜂蜜了，感谢啊家人们啊，蜂蜜都是好蜂蜜啊，待会儿放心拍就完了啊，火锅在第50个链接啊，我现在吃这个49.9元，给大伙发7盒，他们都睡了，他们都睡了，咱就别折腾他们了好不好啊，咱不看他们就行，那你们看我，我看他们，看我，行不行啊？火锅，老铁们，啊，火锅39.9元发7盒，老铁们啊，一盒250克左右啊。好吃啊，火锅好吃啊。才5块多一盒啊，我让迷糊上来啊，迷糊在边上，边上呢，迷糊好像想吃啊，迷糊上来，迷糊，
你喝点茶水不迷糊？迷糊你要跟老爷熬夜呀？你喝点茶水不？迷糊。哎，这茶水跟你一样色的。迷糊，老爷的茶水跟你一样色的，你看看，看你烫不烫？喝不喝？迷糊，想不想喝？迷糊，看看看。迷糊，哎呀，哎呀，迷糊，哎呀，迷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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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火锅39.9了，姐们，七盒啊，39.9七盒啊，有想买的话，大家伙一定要去拍一单啊，火锅。明天我不卖了啊！这火锅咱俩已经，咱家人已经拍，都已经拍过一遍了，不卖了。你们想吃的话，今天拍一单，老铁们啊！明天我肯定不挂了，你们让我挂我就不挂了。一会儿不睡觉了，其实喝茶水不，你喝茶水它不一定不困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喝茶水不一定不困，知道吗？啊，我小的时候，我考高中上大学的时候，啊，我们老师教我们，啊，我晚上喝点茶水，喝点那个咖啡，是不是？尤其是那时候高考冲刺的时候，啊，都整点咖啡喝，整点那个茶水喝，就是喝茶水不爱睡觉嘛，是不是不困？其实我跟你说，你喝茶水啊，喝咖啡最容易睡觉，我跟你说，知道吗？在你特别困的时候，小姐们，在你有熬夜面膜没有？在你特别困的时候啊。喝点茶水，温乎的啊，这一下肚越来越困。我就是那伙的，越喝越困，温乎的。来，小迷糊坐好了，迷糊坐好了。小茶壶哪里买的？就在超市里买的。哎呀，老爷是想媳妇了吗？想着你睡不着。啊，那是想着你睡不着啊，睡不着的时候就得吃火锅吧。这个汤也特别好喝，老弟们。七盒29.9啊！关注我几年了，感谢啊，感谢成哥，迷糊，可香了，迷糊你站过来，迷糊握手来。那握手可香了，米糊，握手啊，哇，香了这个。哎呀，没拍火锅的拍的啊！我要是老爷这样就好了，干吃不胖。我跟你说，干吃不胖的人嘛，他有病，知道吧？健康人都不会说吃不胖，健康的人都能吃胖，只有有病的人才吃不胖，知道吧？就比如我这样似的，我这样属于有病型的啊，不要跟我比。
老爷适合说相声。我跟谁说相声？跟我媳妇儿说啊。我跟我媳妇说相声，我俩永远都是我是说话最多那一个，啊，而且还不受我媳妇待见。四哥睡着了，他们都睡了。那你看我是能吃还是假装能吃，家人们，你们感觉三元街是能吃还是假装能吃？也不行，我也不会红光，我看啊，红光。红光啊，没看着啊。狗粮。狗粮149一袋，家人们啊，在第11个链接啊。所有的狗都可以吃咱这方狗粮啊。好了，吃完了，火锅。这辣椒太多了，这里头。狗粮149一袋，咱家狗一直都在吃这款狗粮，兄弟们。它是比瑞吉诺瑞的三拼狗粮啊，然后呢是。你家狗是三个月以上就能吃啊，而且不分品种，同学们，咱家这款狗粮不分品种啊，三个月以上狗都能吃啊。咱家狗粮好评率100%，我卖了10000多单，同学们，好评率100%。三元街不单吃不馋，有啥馋的呀？能吃饱就行呗，我最不挑食，知道吗？我最不挑食，家里有啥我吃啥。啊，我从来不组织出去吃饭，从来不组织说出去吃这个吃那个的啊，能吃饱就行了，哎，没有那么多想法，想法少。没见过老爷直播吃肉。直播吃啥肉啊？啊，咱也不是吃播，我这一年吃饭的吃肉的次数都有数的。就平时的时候炒菜给我放点肉，我这一年吃肉的次数都没我家狗吃肉吃的多。狗粮149一袋，家人们啊，家里头有狗狗的，咱家这款狗粮，老铁们，性价比非常高啊，狗狗特别喜欢吃啊，149一袋啊，一袋狗粮是20斤。所以你身材好，哎，也不是都给他们几个吃了，老铁们，而是我也不太喜欢吃肉，知道吧？啊，我媳妇有的时候喜欢吃肉，知道吧？但是我还可以，我没有那么多说道啊，我也不挑。啊，就能吃，有吃的都有吃的就行啊，特别简单，有吃的就行。哎，有钱有钱的过法，没钱有没钱的过法，家人们，不管我有钱没钱，我永远过的是没钱人的过法啊，因为我打小我从小从没钱开始的，我小时候我家里就没有钱，知道吧？
我小时候家里没有钱，就是以前啥样就将来还会保持啥样，知道吧？这辈子一直就这样式的。等会啊，家里穷，本身就家里穷啊！我家里小时候，我家里没有钱呐，老铁们。等一下，就看见赛赛妈妈吃一会儿肉，还是跟狗们他们结块狗的光。啊！但是我媳妇不吃肉，不证明我不给她吃，知道吗？我媳妇平时也吃肉，但是她只是不直播而已。啊！我媳妇也平时也愿意吃点鸡排啥的，也喜欢吃点那个炖点排骨什么的。其实我每次给狗他们做排骨吧。十次有七次，有五六次，家人们买十次肉的话，如果不着急的话，我都会多买一份，多买一份给我媳妇儿吃，知道吗？让我媳妇儿，让我给我爸买回家。我爸愿意做鸡翅，我爸愿意做那个可乐鸡翅，啊，我媳妇儿愿意吃可乐鸡翅啊。我隔三差五的话，我以前在牡丹江的时候，动不动一个月的话，狗狗们能吃个两三回肉，就正儿八经就吃肉。就吃那个大骨头，一个月能吃个两三回。我以前是就是啊，我买完那个大骨头之后，都会买点排骨啊，因为我姑娘喜欢吃，我媳妇也喜欢吃。哎呀，谁没人嫌总吃肉了，老铁们，吃不肉也腻啊，吃肉也不一定好。现在跟你说，吃肉不如吃蔬菜。待会儿想买狗粮的，狗粮149一袋，家人们啊，咱家这款狗粮149一袋，所有的狗都能吃，家人们啊。咱们家虽然是啥都卖，老铁们，你看三兄弟直播间虽然是啥都卖，但是咱们家主要就是卖宠物用品，老铁们，主要就是宠物用品啊。你看三兄弟什么都断过，就宠物用品没断过，老铁们，你们想买咱家石板大米的话，你们拍单石板大米，咱家石板大米现在还有个，加上还有个十来单。老铁们啊，十碗大米还有个十来单，有想买大米的话，你们拍单大米，老铁们，十碗大米。18块钱给大伙发10斤啊，一袋的啊，简装的，家人们便宜，咱家这碗大米不便宜，但是。狗也睡觉了。狗也睡觉了，老铁们，狗也睡觉了，他们就也睡觉了。啊！他们就给睡觉了。啊！他们就给睡觉了。啊！他们就给睡觉了。
啊。他们几个睡觉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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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大米特别好啊，这样感谢大家伙啊，有想买石板大米的，待会儿去拍的。咱家去年这个米卖的特别成功，卖了十万。嗯，没人说话呢，直播间，树都睡着了，对吗？树都睡着了，太热了，不适合喝茶水。在杭州的地方，不吹空调不适合喝茶水，一喝茶水就是老那个啥的。谢谢大米了，感谢啊。哎呀，我一会儿溜溜的。我觉得总看我没啥意思，是不是？咱得看看狗，是不是老铁们？没看我的话就感觉尬聊似的。哎，感觉一看我的话就属于那种尬聊似的那种，知道吧老铁们？还得看狗。尬聊似的那种，知道吧老铁们？看狗尬聊似的那种，知道吧老铁们？还得看狗。狗尬聊似的那种，知道吧老铁们？还得看狗。尬聊似的那种，知道吧老铁们？看狗尬聊似的那种，知道吧老铁们？还得看狗。尬聊似的那种，知道吧老铁们？还得看狗。狗这样吗？来这样吗？好了吧？
回来家人们啊，下了啊，这网不行，网不行啊，我下了家人们啊，是不是又好了，我下了啊，你们早点休息吧家人们啊，这是不让我逼了呀啊。刚刚真服了，尬聊无限循环。行了，小家人们啊，那也早点休息。没有电啊，卡了半天啊。啥原因？啥原因我也不知道。啥原因我也不知道。行了，家人们啊，待会儿我早点休息啊。拜拜，老铁们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大家，明天见。